评审老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地都位地都位，是说台湾地名卷轴书。一、研究动机。台湾共有368个乡镇市区，每一个地名都是前人所留给我们的寄托。以台湾地名溯源为主题，并将地名故事用诗词表现，利用水墨与影像融合出一古一今的视觉趣味，更在海报加上金箔的华丽光泽，创造有别于阿嬷花布的新台湾味。二、研究方法过程。将地名由来利用水墨结合版画作图文表现，并将古典的水墨画加入影像合成，使画面呈现古今兼具的视觉美感。三、研究结果。地名溯源海报，将每个地名搭配诗词制作海报，利用具古典气息的水墨画衬托，让海报有着一古一今的视觉风格，同时加入版刻表现，让视觉有了精细的手工感，增添了更多感性的线条表现，并在海报输出后加上少许金箔，运用华丽的光泽点缀海报。诗说地名卷轴书取2016台北设计之都申请书设计作灵感，选用中华传统的装订方式龙鳞装作为我们的地名书籍装订方式，并延伸制作凤尾装，将水墨的意境加入卷轴书，丰富的古典文化更能将传统意念充分表达，感受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创新设计。地名邮票分别将溯源海报和地名卡片设计为邮票，象征将地名故事融入邮票中。地名卡片结合影像、材质与特效，利用地名由来延伸转作图像，借由卡片的图像让人联想地名由来，并加深对地名的印象与情感。地名惊蛰书将溯源海报与地名小卡分别成册，并修改其中编排方式，更详细地介绍当地特色与地名由来。地名诗集地图以新北市为主，将每一个地名由来撰写成诗，并将其地名结合在诗中，再结合当地著名文物或特产，更能表现当地的特色。周边商品。四、讨论。透过专题制作中，我们也跟着学习了许多，每一个地名都有它的由来，探索这些由来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更多台湾具有文化的故事。五、结论。期望地都位的专题研究能让人深入其境，感受到特有的台湾味，并让观者感受到丰富的土地情感，体会更多台湾的美和属于台湾的文化气息。六、参考资料及其他。卷轴书展示。将溯源海报的重新编辑成卷轴书，修改图像编排，并更加详细介绍地名的由来与故事。针对龙鳞装作延伸，并取古代神兽凤为灵感，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龙相同，常用来象征祥瑞。卷轴书展开之后，书页有长有短的排序，宛如凤凰的尾巴，取名为凤尾装，有别于龙鳞装，更添一分优雅。